号1000分，二号600分，三号900分，四号300分。张志，到这会儿你觉得谁是大忽悠？我觉着还是三号。为什么？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怀疑我这边分比较高，可能会怀疑是我。你现在依然分很高。对，说句实话，有两首歌，说句实话是他们在帮助我猜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只有你没有人帮助，我一直在观察你。你以为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身后几位，你前边都是装的，我感觉后边两首歌，因为只有两次机会了，你要再不表现的话，我觉得你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依然是大忽悠。你认为他是？嗯。啊，梁金鑫一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头咬住了不撒嘴。因为他那个很变态那种。我把哎呀，越越越。你又把飞机拿去撂下，我把飞机送你行吗？他那种歌根本就不应该听出来，但是他很淡定，就说什么什么像什么刀，听过这首歌，他刀，这歌就叫当啊，是吧？我那歌确实叫当，对，就叫当啊。我认为他非常可疑，那样的歌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就能答出来，应该是光当。刘文宇，你认为是谁？我认为是一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你了。对对，人家这玩意儿讲理，你说我就说你。我这记仇。嗯，人说心宽体胖啊，体胖心不宽，也宽。你得说出点道理来，为什么认为是他呀？直觉。直觉。啊，我这个人直觉一向非常灵敏。真的呀？嗯。那你刚才喝这么些个？好了，慢慢消化吧。来，那个，你认为是谁？我也觉得是一号。哦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他有一个小动作，哪一个小动作？因为你平时戴耳机，要是时间长的话，摘下耳机耳朵会痒。刚刚这样摸了一下耳朵，嗯，怀疑是一号。我都没听明白您说什么。就是长时间听歌的话耳朵会痒。嗯，他刚才就是戴着，应该里面有声音，他摘下来才会嗯。那应该要你这么说，我得先摘下来。我戴半天了，我这个。我都没摘下来啊，你怀疑是他？对。哦，矛头指向了一号。